叩叩的鞍板声回响在幽静的百年古刹，提醒听闻板声的芸芸众生用功精进，了脱生死。金门最高峰上拥有800年历史的第一名刹，这是台湾地区不曾见过年代如此久远的寺庙。历经好几个改朝换代的动乱岁月，寺院里的僧侣早已云淡风轻地懂得经典中的放下妄念和杂念，智慧自然也就开了。而古道上一直重见天日不过10年的巨碑，风化的字里行间看到了先民开路之艰辛，生活之不易。而这条路一走就是800年的浮光掠影，比起悠悠年月雕凿出的古老史迹，太武山上昂扬挺拔出的四个大字显得年轻气盛。虽然乐石墨宝提醒的是人不能遗忘故国山河，随时都要振歌待旦，但历史的吊诡又如深藏在峰顶的寺院名称，一旦懂得了海印三昧，必定照见风光无限山河大地。开始流汗了哦，开始上白二街了吗？现在开始起步了，起步了，又开始了。哦，加油，加油，加油！好，太武山考验开始了，白二街啊，开始陡上了哦，加油，加油！哦，啊，真惊啊！这段比较陡，这段路走起来就会流汗的。对对对，而且会喘啊，这段也是保留最原始的啊，那也是蔡厝古道最有挑战性的啊，最有挑战性，所以这段完成以后上面就很轻松了，也是最辛苦的一段了啊，坡度最陡最陡的一段，过去如果要挑东西走这段路是最辛苦的一段了啊，这一段如果挑东西是很累的，从上从下都很辛苦的，像前面一段都有铺比较新的花岗岩，后来铺了就是后期的，对对对，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比较旧，但是也是一块一块一阶阶的花岗石，这是早期先人铺设了的。这个以前就是从很久了，我们从岩碑就有记载说，元朝末年，大概1363年的时候，他有重新整修过一次。哎，他后来就记录上就一直保持到近期，我们重新整理，大概有一些部件重新铺设花岗石。这一段哦，最原始从来没有整理过哦，啊，这也是我们希望保留的。哦，当时在整理，我们就跟国家公园讲说，这一段一定要保留下来。如果这一段再重新再铺的话，那就失去它的味道了。对，那味道就不一样了哦。这一段因为是很陡吧，在当地有给它特殊一个名称吗？白二街，我们叫巴里克。巴里克，克就是街的意思吗？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其实我们后来也有在想，是不是老祖宗说希望你都运动，对不对？巴黎加巴黎，会不会有这种意思？其实这种都是后来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就是说那个啊，因为巴黎克就是祖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从这个有这条古道开始啊。我爸说他听他以前的，就是讲巴黎克，巴黎克，巴黎克，巴黎克。所以我们走是不止120街啦，不止，其实更多，可能形容就是大概陡上，对对，很多的意思，很多阶梯，连续挑战的意思啊，就是老一辈说，哎，白二克，巴黎克，或者说，哎，你要连续一直爬楼梯的，这边就。有挑战性了，比较嫩的一段，蔡厝古道这段就比较嫩的一段，所以老一辈才会说巴里克。在我们这一代跟老一辈的沟通，都是都用闽南语在沟通了。所以在金门很多都还是讲闽南语啊，闽南语，闽南语。那其实跟台语嘛也通啊，闽南语跟台语95%拢也通啊。对，其实台语。其实就是闽南语，意思是一样的哦，所以大家讲话都是能沟通的，但是有时候有那腔调会不一样呀。嗯，啊，就是如果台湾很少离开本岛哈，没有到当兵的时候没有，所以我们到台湾哦讲话，他说哎，那种海高 Q 哦，海高 Q 的话就平我了。
哦，妈做了，对对对，啊，就讲你海海口海口腔的用音调可能不一样，对，或者是西部沿海的那个鹿港那带的海口音，人家都是泉州泉州过去的，区隔比较大，就是我们闽南语跟马祖马祖。哦，马祖的对，马祖的胡说话，没有他胡说话，我们是完全听不懂的。对对对，啊，他闽北他胡说话，我们是完全听不懂的。所以基本跟台湾的语言法是比较通的哈。那因为台湾都是大概从漳州、泉州、福建这边移过去的，大概就是讲闽南语跟客家话嘛，嗯，大概就是嗯。所以语言都也通了，都大家都听得懂。不管台语、国语、哦，闽南语，讲起来拢会通，拢听有啦，拢听有。诶，好建议，沿岸闽南漳州、泉州、厦门这边，跟讲可以讲闽南语，我们去那边也都可以通。哦，所以到对岸去讲话都会通了。对对对，他们也都讲闽南语。对岸小孩子。讲闽南语买通啦。但来到金门，闽南语和台语可是有着不太一样的地方语言系统。麦哥应该是外景成员中唯一一个可以接招台语的，但这几日接触到的金门腔还是让他不轮转了一阵子。不过比起马祖话，金门腔又更容易上口一些。语言是沟通的工具，而文字记载了凡走过必留下的痕迹。真赞哦，真水啊！爬到最高点啊，太阳光的，太阳又露脸了。来爬太武山啊，就可以体会到古人说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啊。来爬太武山，视野真的很棒啊，可以看到金门中间的岛屿哦，更远看到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去哦，视野真的非常的好。这个整个沿岸从大镇哈，嗯，那个小镇角屿，然后到那边围头，整个。都是中国大陆沿线，而且今天哦，因为现在太阳出来哦，夕照很漂亮。今天是来到金门最凉爽的一天呐、啊！哇，前几天太阳晒得非常的大，那整个都晒黑啊。那今天爬太武山哦，因为高度也上比较高了。第二个是白天的时候下雨，对，那阴天比较凉爽，然后现在阳光出来的，金光相向啊。前两天不是这种天气。上面就比较辛苦了。理事长，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湖啊，那有一个比较密集的房舍，那里是哪里？这个湖泊我们是称为龙湖了，啊，龙湖边的村庄，我们文刷里的后埔头，然后后埔头的旁边就是属于沙美地区。哦，沙美，哎，沙美的，这是我们金沙镇的市区了，所以那一带整个看起来房子会比较密集一点。哦，哎，所以我们这个龙湖是民国62年。62年的时候才国军把它围堰起来，然后开采做淡水蓄水用的。所以现在是淡水。现在是淡水，也是属于给自来水厂的民生用水。哇，好像是民生用水。然后再往下就是民国80年左右的新开的那个金沙水库。东半岛这一块啊，有斗门溪跟光前溪。这斗门溪跟光前溪，它那个蓄水面积很大。所以它的汇合的地方就是会从这边排出海，所以到后面做一个金沙水库把它拦起来，那个蓄水量就很大这样子。所以现在看到是金门重要的饮水资源，离我们比较近的马山这边这个岛小岛是我们的哦，其他的大概比较远的地方都是中国大陆的。所以现在看起来狭长型的是属于大陆那边的岛。对对对对，那个算是比较大的岛，它机场是盖在大镇小镇中间，他们抽沙去填海造陆就是要造机场。这边还是有看到一些设施哈，这是算军事设施吗？这些军事设施，这以前是属于这些比较洗手间的厕所。哇，这是厕所。对对对，它那边前面还有一个碉堡。那这过去里面都是坑道。哇，那炮兵就是他的炮就是在坑道里面。所以以前这里是战云密布，到处是军事据点。这种就是摆汽油桶的哦，军用油、汽油、柴油。以前不是有那个大油桶嘛？对，它就摆在这边哦，随时战备着。对对，啊，因为这边有树林挡着，你要不会被发现。所以这个都每个都可以躲一个兵啊，两个兵，这个就是在这个，这个都军事设施。这也是一个据点。对对对对，哦，那兵就躲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有土堤哦。对对对对对，像一个战壕一样。对对对，小小的一个战壕。
这些有整理过，还有就地取材，铺木头的整木，就是用那个相思树，相思树来铺这个步道。对对对，那时候海洋岛的时候有一些树，树根就把它就地取材，因为这边比较滑，他说用那个海洋有红枣木再把它整修一下。从这边看圆杯哦，比我想象规模还要大，它就刻在这一颗大的花岗石上面，这是圆杯，所以是元朝时代的元朝末年，至正癸卯23年，至正癸卯23年，是西元1363年，哇，今年2018了，655年，655年，哇，这历史真的是非常久远了，在台湾是看不到元朝这么久远的一些遗迹啊。一些纪念碑，金门大概目前有看到碑文，有看到最古老应该是这个。所以这块圆碑等于是这条古道的最佳见证和记录了。对，当时那个吴作盐场司令陈延哲哈募款来修这条古道，所以这条古道从大概有记录1363年那时候修了，以后就大概就只有到我们最近10年以后再重新整修过一次，时间大概有记录的是这样了。所以有这一座圆碑的见证，这条古道弥足珍贵啊！对对对，因为有600多年的历史，真的是非常的久远。那当时就是修筑这条道路的时候，有大概记录修筑的人，还有他使用的状况这样子哦。对对对，哇！所以这理事长这要好好的保存下来啊。对，历史悠久是吧？因为有价值，代表这个古道应该是比他修筑之前还更早，因为他是修嘛，代表这个古道应该更早，所以应该想说应该是有海印寺就有这条古道。哇！因为以前一些建材，大陆从金沙港这边进来应该是最近的嘛，那所以当时建海印寺应该是从这边上来的。海印寺的历史更久远。对对对对，宋朝。所以有可能这条古道是比圆碑记录的更久远。更久远，因为它是等于是整修的时候写的这个碑嘛，整修，所以它可能是更早之前就有了。对，原本有这条路，然后1363年的时候来整修了。从这边看，整个碑的形状非常清楚，但是字迹稍微模糊一点了，毕竟这年代已经久远。那有些字啊，都还看得清楚，像年份的话，对，这个至正23年春三月啊，当时的官员修筑的状况，对对对，大致还看得清楚。那国家公园这边有设立解说牌啊，把原碑文很清楚的写在这个地方。至正癸卯23年春三月啊，景致，这边有记录，说来到这边走古道可以看一下这个解说牌的，就很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哦，这个古道真的蛮不错的啊，还好我们在天黑之前就来到圆碑这边，至少可以看到历史非常久远的一座碑文。走到这边靠近海印寺的，快接近海印寺，所以我们下一站就会到海印寺了。对对对对，接下去海印寺旁边就是勿忘在即。哇，可以到一个宋朝就建的海印寺，对对，历史非常久远。OK， 我们现在看到远处山下的灯火已经开始亮起来了。这边是属于金湖地区了，金湖这个地方。我们刚才看的那边是金沙，这边是金湖。金门的地名跟金都有关系哦，金沙、金湖。哎，金城、金陵。金陵就是大金门啊。对，大金门。大金门是用金，对啊，那小金门就小金门，它是属于内乡。它内乡。对，这样子。好，已经华灯初上了，我们要赶到海印寺啊。好。加油了，走了，一条古老的道路啊，至少从元朝就开始。直到2007年的中秋节，吴州场竹寨砌路记事碑才在一片荒草中重见天日。4.24米高的太武山圆碑字迹已逐渐风化，但在大山古道上，宛然兀立有那么一座崖刻的碑碣，让这条先民络绎往来的路更加深了文化厚度。我们曾经在北台湾渔路夜行，记录拍摄金山黄岗的耆老翻越山岭单鱼走私的经过，如今在一条挑豆腐和挑盐的旧路上同样摸黑下山，感受到的却是与700-800年前的时空同行。黑夜的山头，海印寺的微光分外牵动旅人的心。隔天我们将继续深入这处悠远的古刹。
离岛的马祖列岛属于中华民国福建省连江县，当地居民早年大多来自福州的长乐和连江，长久以来福州语成为了马祖最优势的语言。马祖话是闽东语的一种方言，属南部的侯官片，又称闽东语南片，通行于清末福州府所辖的大部分地区。马祖人使用福州话介绍母语时称为平话，也就是平日生活使用的语言。在国军大量进驻马祖后推行国语，马祖话面临式微。为了保护本土语言，目前校园已开始实施福州语教育。天气哦，视野真的太好了，可以说是我们这几天来到金门哦，视野望得最远的一天。昨天走蔡厝古道哦，到海印寺，整个视野已经看不到，天黑了。所以今天白天再上来，那来爬太武山有很多种选择，可以走像我们昨天走的古道，或者是走这种比较宽广的军备道路哦，它很宽，很好走。但视野真的是很棒哦。那这几天天气都非常的炎热，那今天上到太武山啊，就非常的凉爽，尤其是这边的视野超级好的，从远方就可以看到整个金门的外海啊。从这边看到远处有一个海湾非常明显，那就是非常有名的廖罗湾啊，那边有一个廖罗码头哦。那金门有两个港口是比较繁荣啊、比较热闹的，一个就是廖罗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搭船去小金门的水头码头，这两个港是在金门来讲是比较繁华，然后船只进出比较多的地方哦。那廖罗湾大家也了解，就是在八二三炮战的时候，它发挥了很大的运补的功能啊，不管是军用的物品、弹药、粮食，就是从廖罗湾抢滩上来啊。哦，所以廖罗湾是一个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场。那从廖罗湾再看过来呢，有一个湖泊、哦、那就是非常有名的太湖。那太湖跟我们昨天看到的金沙水库都是金门这边重要的淡水资源的饮用水，就是太湖这个地方。那在太湖的右边可以看到房子非常密集的地方，就是新市哦，也就是山外，就是我们走蔡厝古道真正的终点。那听总干事李市长他们讲，在他们爸爸或祖父这一辈挑的农产品豆腐，然后到山外这个地方卖，然后再买一些物品回到蔡厝。那从这地方也可以看到整个太武山的地质啊，我们看到对面有很多的岩石哦，白色的发亮，那就是非常有名的花岗岩。这个岩石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坚硬哦，难怪当时在炮战的时候，共军的炮火猛攻这个太武山哦，都没办法把它毁坏，就是因为花岗岩它太坚硬了。所以整个军事的工事呢，都在太武山里面哦。这里面有很多战备的工事，像擎天厅啊，还有很多碉堡、地下坑道都在太武山下。这几年太武山已经开放了，可以让很多的游客上来健行登山，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来到这边可以看到整个金门不同方向的视野，不同方向的海域，到另外一面可以看到中国大陆那个方向哦，真的是登高望远哦。刚刚看的是廖罗湾那个方向，现在到倒影塔这个地方看到的是后江湾这个方向了。那从这边看也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沿海哦，非常的清楚哦。远看有房子那个地方，就是现在非常繁荣的厦门哦，在一路移离过来都看得很清楚。那以金门本岛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在右前方有一个聚落非常密集的，那就是沙美，那它旁边就是有个龙湖，那过去叫金沙水库，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水资源哦。那从太武山哦往下看，下面阡陌良田绿油油的，就是高粱田哦，金门最有名的高粱，来酿的高粱酒的高粱哦，从这边看就非常的清楚哦。然后再向左这样看过去，
太阳那个方向，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记录的古宁头。整个太武山它是狭长型的，从远处低的地方一个山头一座山头的过来，到这边海拔越来越高啊，最高到253公尺。那太武山有非常有名的12奇景啊。那我们现在这一个地点就是倒影塔，再往更远的地方看过去，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南太武。那南太武是在对岸的，我们这边是北太武。大兰岛还有复兴屿，哦，在这边隐约都可以看得到。整个金门哦，因为它中间哦，就像女孩子腰一样，是最纤细的地方。哦，整个弯进来两个弯，这边是后江湾，另外一面是廖罗湾，这边是最苗条的地方。然后两边又整个大起来，这是金门一个地形，在这看就非常的清楚，一览无遗啊，超级棒的视野。登泰山而小天下，登上太武山，不论是沿着公路，或者从古道涉级而上，都能在一个喘息、一个回眸间，发现山下辽阔的视野。过去海上的归人看到太武山，就知道家不远了。太武山上的倒影塔更成了游子返乡的第一眼寄托。然而对外来的旅人来说，心生向往的应该是挺立在最前线金门太武山上威名远播的无望再举巨碑。但这四个走过66年见证两岸风起云涌的乐石墨宝，比起相隔不远的明寺古刹，却只能算是时光长廊里的小青年。太武山山头的海印寺又叫做太武岩寺，才走入海山第一的山门石门关，就已经嗅到金门第一名刹一股朝代久远、历史更迭的时代况味。喂，师傅，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谢谢。刚刚从山门那边走上来，看到海印寺啊，觉得非常的庄严，是，而非常的古典啊。是，这座寺庙听说非常古老了。是，我们的寺院的话，建筑在南宋咸淳年间，到现在的话已经快800年，超过750年，是一个非常久的道场。然后这个道场建起来，刚开始是拜神仙，宋朝有位通远仙翁。但后来的话是观音菩萨自己显灵在这个地方来奉观音的，那从古到今观音菩萨在这边非常的保佑，非常的感应，是我们金门人的信仰中心。哦，等于是金门人的信仰中心。对对对，而且海印寺哦就坐落在太武山这座灵山里面啊。是，这从远处我就看到了，哇，非常的古朴哦，真的非常有灵气的地方。是，所以海印寺主要供奉的是观音菩萨。菩萨这样。对，其实不管在新加坡、在台湾、在大陆的海印寺很多，哦，全部都是奉观音菩萨的。哇，海印寺在国外也有啊。新加坡像我们山门口那边哼哈二将，这两位天将的话，他们就是海印寺，新加坡。海印古寺他们镇上给我们的，其实海印寺是观音菩萨的道场。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观音菩萨的像啊，也非常古老了吗？哦，是，他们差不多在明朝永历年间，超过到现在应该有365年以上的，是泥土塑造的，泥塑的。对，这尊菩萨跟我们后面安息十寺，就是我们的文物馆，里面的那个18罗汉是同一起的。对，我们这一批的话哈，整修出土以后，就尤其是罗汉，他那时候出土，以后的话是整个不是很完整。那经过9年的话的整修，是金门一个艺术家吴炳伦老师，他每天的话就是拜观音上香，啊，去寻求那个灵感，所以花了很多功夫把它塑造起来。那两边这两边的18罗汉也是泥塑，哎，是很特别的。金门人非常有福气啊，有这么久远的寺庙。对，非常久的道场。我们这个是观音殿，观音殿是闽南的传统建筑。啊，闽南的传统建筑的特点就是下面石头，上面木头。那木头我们就彩绘，好，如果很丰富，如果是要褪色或是白蚁蛀掉的话，我们就把它换掉。其实下面的石头也是一样，你看整个地板都是组合的。有没有？有。好，年代都不一样。你看它的整个年代完全不一样。那这一次我们是经过整修，是完全像尤其这些栏杆啊、花案，
就是那个青铜石，就所谓的玄武岩。那其他的话，金门哦，以前古代他们就是喜欢到长辈，就喜欢到道路采购石材，所以的话，其实组合年代不一样的。大概可以从一些颜色啊，还有它的质地，看出它的年代的久远，有的感觉比较新一点。对对对，你看哦，像我们这个香炉后面这三层，这三层的话，我们就真正从建到厂一直到现在快800年，就这三层。那像这个，这个也很久了，非常久，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石头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它年代就比较久，因为它的风化程度。像这个的话，它虽然是已经很久，还可以看出这边有一只老鼠，这就是南瓜，我们金门叫做喵翅嘎金龟。喵翅嘎金龟，是老鼠这样子。这是年代非常久远了哦。那像这个的话，金门的建筑哈，外观这边的外观你可以看得出来，包括一般的民房，外面的话有没有都是那个花岗石条，这个是本地产，这是花岗片麻岩，颜色比较丰富，有没有？这金门的，这是金门的石材，就可以看得出来。师傅，像我刚从下面上来的时候啊，又看到很多的神像、佛像，它雕塑的非常的精美。是，大陆雕塑，包含整个寺庙，它不止像观音殿这边，上面好像还有一栋。有，那是那个大雄宝殿。大雄宝殿是在上面。大雄宝殿上面这个大雄宝殿是这一期的话，我们整建哦，重新建，完全是新的。是仿五台的那个寺院建筑，虽然说它是华北建筑，这是闽南建筑，但是我们整个整体外观你可以看得出来，融入得非常的协调。对，大雄宝殿等下去可以上去看一看，那尊大佛是福州有名的工艺，福州的漆器，那尊大佛，不是铜，也不是木头的，不是石头，是那个漆器，是很特别的。对，所以真的，大家如果来到金门这边旅游啊。尤其来到太武山的话，一定要来海印寺，来这边礼佛，拜一下观音啊，就祈求观音菩萨保佑你一切平安，非常有艺术的价值哦。可以有师父在这边，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明初郑和下西洋必定经过金门，而金门位居航线的重要性在太武山，太武山上的倒影塔则是航海人必定遥望的地标，高5.76公尺，塔七级，八角形，塔质是葫芦形的倒影塔，建于明初的金门三塔之一，历经地震军事考量，重建后屹立至今。师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刚从观音殿呢，又往上走，这边又一座规模也很雄伟的大殿，是大雄宝殿。这是民国99年到102年那住持上姓下海法师他一手规划所重新整建的啊，花了非常多的心血把这里建制起来，让太武山海印寺更加的庄严。那大家来礼佛的时候呢，都认为这里啊，这样建得非常的、非常的好，很殊胜。这样，那目前我们看到这尊佛是哪一尊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尊。哇，我觉得这尊佛像雕塑的真的非常的庄严哦，眼睛非常的慈悲慈祥，在看着众生，看到整个心都会平静下来。是，不由自主就要礼拜一下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以从这个大殿一路走上来，观音殿到这边是大雄宝殿，看起来还是觉得非常古朴哎。观音殿这边已经700多年的历史了，那大雄宝殿是最近几年才整建的，还是依照古法来做，大家一路礼佛上来不会觉得怎么会突然现代化，非常现代化。那这边其实看到除了释迦牟尼佛像啊，旁边还有许多的雕像，还有一些雕塑，非常有那种艺术的
价值美感非常的漂亮，是是，像上面可以看到很多那个藻井，哦，真的是藻井，是是藻井，我，哦，那藻井也是闪闪发亮，而且刚刚阳光哦这样照射进来，整个佛光普照的感觉啊，这个感觉非常的吉祥，非常的祥和哦。是，那像海印寺啊，有它特别的典故吗？为什么叫海印寺？是是，海印寺就是你依旧地理条件来讲，那边过去就是一个石头在，很像观印，很像一个玉鸡案，一个观印，就在文献上有一个上面平平的石头，是哦，对，就正对这个大门呢，看过去，对，刚好中心点，印石的后面就是海，在风水上来讲，也是一个风水宝地的意思，是是是是，几乎几乎啊，他们看风水的风水先生他们来，哇，都很赞叹这里是一个灵山秀水这样，哦，真的，因为真的到正对过去就是一块像印章那种印的石头哦，是，那过了那座山看到就是 海，对，它底下就是海，哦，所以有海印寺，是哦，非常是有典故，历史真的非常悠久，是快800年了，是在台湾看到古老的寺庙最久也是300年，对，三四百年，哇，这边将近800年，真的是非常是古老，所以金门人真的非常的有福气了，有一座海印寺在太武山上，所以有机会来金门的话，一定要来这边礼佛一下，哦，来有一趟这个身心之旅啊，觉得真的是很棒。是是，从南宋到现在了，很殊胜的地方。重建太武寺碑记记载，海上各岛梧州最著，诸岛名山太武最著。除了清安法师陈述地方上普遍传说的寺名由来，海印一词取自佛教经典。出自于《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海印三昧，指的是佛证悟的绝对境界，譬喻自性如大海，可以秉现一切森罗万象。海印寺一再重修的历史，正是金门战地岁月的缩影。寺院在823炮战时遭到严重损毁，并于民国49年后重建。石门关已经公告为金门限定古迹，现任住持信海法师接掌寺务后庄严到场，并修建了大雄宝殿和龙楼凤阁钟鼓楼前殿拜亭，让这座周遭奇岩峻拔、林木葱茏的历史古刹更具备文化和艺术价值。清安师傅，那听说这边有一块石头是非常独特的，是是，安心石就在底下，一个长得很像心脏，那这在这里已经很久很久，大家都认为它是很有灵气的一块石头，所以摸一摸让自己心很安这样，哦，所以来这边是可以摸那块安心石吗？是是，哦，就摸了可以心安安，对，礼佛之外来摸个安心石，善心平安安定一下这样子，很香，这是那个快木。哇，好香哦！很香，它已经一年到头都这么香，并没有放香，没有放香精，没有放香水。哇，这个是八罗汉，我们整修鼓楼的时候。哦，这是从鼓楼挖出来的，哦。对，当时整修鼓楼的时候挖出来，是这么乱七八糟的。嗯。然后后来请吴鼎仁老师，然后一术重新再去整理。所谓鼓楼是指在哪里啊？左边是钟楼，右边是鼓楼，我们大殿出去右手边这一栋，哦，就是鼓楼。哦，所以这些十八罗汉像是从鼓楼挖出来的？就对，要整建的时候从地底挖出来的。本来是想拿去大陆那边整理，但是怕进去出不来，所以就在请当地的吴鼎仁老师一点一点的去修复它，对，在这里算是另外一种方式的住山，必须要喜欢宁静才能够安住。这个当时他们就在这里打坐或者修行。哦，这是过去出家人修行的地方。修行的地方，这就是据说当时水取水就是那个滴下来这样。就在这个山洞里面。对，这些石头都很久了，七八百年的石头。古石是。你看它维持那么久的时间，不会掉下来。金门这里没什么地震。哦，金门没有地震。对，所以它不会掉下来。再往上面去。哎，虽然天有一点暗，但是月亮出来了，也许月光可以带我们上去。
走这条步道主要可以让我们体会什么？静观，这里是很安静的，过简单的生活。怎么那么多尊观音像？33尊观音菩萨的应化身，因为海印寺主奉的是观音菩萨，让大家可以看看观音菩萨不同的观音菩萨应化身。嗯，所以现在看到的佛像都是观世音菩萨。是是，这里的四季景观都不太一样。早上的时候在这里打坐很好。师父，你们也常会在这边打坐？有空的时候会来这边打坐。早上的时候在这里打坐很好。哇，今天可以看到远山，最高点是在哪里？那个253。253是在那个位置的。是。好像一个瞭望台的感觉。是是，网络上说在海印寺后面，嗯，所以很多人跑来找，但是不是在这里，那边是不能过去，算是军事管制区。是是，所以一般爬到海印寺也算了了，已经算很高了。对，也算来到大武山了。对对对，这里其实这样看其实非常的好，视野非常，你的心会觉得非常的宁静，而且很宽。看到太武山最高点那个观厕所，无望白举在那边，梅园看起来就更近了哦。以前太武山是管制区嘛，那个时候听说好像只有特定时间一般信众才可以上来。是是，一般是初一初二初三还有年初九，年初九要拜提公，我们要斋天，所以那天几乎比初一还要热闹，大家都跑上来了。哦，就挤得水泄不通，这样子很热闹。那我们现在是都是可以上来，每天都可以上来，但是就是过年那时候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热闹。农历的哈，每个月17我们有共修，让金门这边的民众，或者是有时候其他各地来的民众、信众也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师父，像你们一天在那边修行啊，作息大概是怎么样的？我们大概早上4点都要起来，那5点开始早课，早课大概1个小时，简单早斋之后就开始浇水啦，要除草啦，扫地啊，这是必然要做的。大概是6点左右开始网课，1个小时之后就安班。所以其实修行也不是很轻松的事情。非常早起，在常常是整天都忙，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海印寺很热闹，所以几乎那24小时都很难可言，因为信众是不断的。山下传来清亮的叩叩打板声，清安法师不疾不徐地走下石阶，平稳的情绪完全看不出他来到海印寺不过1年左右。出家前是企业经理人的法师，有2个比他更早出家的儿子，其中最小的儿子甚至10岁时就已经因缘具足。相信海印寺的好风光能让法师们的修行路更加精进自在。早期的寺院大丛林通常住着上百个出家僧侣，传递讯息不易，于是佛寺会利用周遭石木等天然物料敲击声音传递讯息，僧侣们在晨昏听到板声就知道该起床做早课、用斋或准备晚席。起板安板的工作通常由香灯师负责执行。舒服啊，微风吹过古冈湖哦，带来很湿润很凉爽的风啊，吹起来特别的舒服，整个步调都慢下来了。来到金门哦，我常常问金门的当地人，他们觉得说金门最大的特色在哪里，其中一点他们都会提到说，来到金门哦，步调就慢下来，然后就不会像在台湾在台北那么的急，生活那么的繁忙哦，所以是很惬意的。所以有时候来到金门呢，
也不要匆匆的赶来赶去赶景点了、哦，可以找很多很漂亮的点坐下来欣赏，就像现在我们看到这座古冈湖哦，非常的漂亮，而且在它对面有一栋非常古色古香的古冈楼，那是一栋三层的建筑哦，那背后也可以看到聚落，古冈聚落在这个地方。那在古冈湖这边，阳光照下来，波光粼粼哦，闪闪发亮。那也可以看到小 PT 很悠游自在的在这边游泳，这是觅食哦。那小 PT 它的特色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在水面上游游，那忽然间咻就潜到水里面去了。那待会你就可以看从哪边又冒出头来，哦，很可爱。那它的叫声也很特别，很尖锐，叽叽叽叽叽这样叫。那有时候会在水面上滑水。那古冈湖它是半人工湖啊，湖面虽然不大，可是配合周遭的景观还是非常的诗意，非常的优美。金门这个岛屿哦，面积不大，可是我们在太武山上看啊，可以看到金门大大小小湖泊也不少。那很有名的像慈湖啊、太湖，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冈湖等哦，就很多水鸟也会来这边栖息啊，所以来金门也是赏鸟的一个好地方啊。慈湖来讲，每年到了秋冬的时候，就有大批的鸬鹚来到那个地方啊，那也是金门的一个盛况啊。所以秋天的时候、秋冬的时候，我们可以来金门赏鸬鹚，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景观啊。那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鸟会来到金门这边栖息。那夏天来最有名，当然就是丽猴风虎，它是夏候鸟，所以春天就来了。它到夏天在这边繁殖后离开，所以金门也是一个赏鸟的圣地啊。不同季节可以来金门这边赏鸟。来旅游金门可以选择很多交通方式，一般喜欢开车或坐车，但是你可以选择运动的，像骑脚踏车。在国家公园许多地方哦，都有规划一些步道，都非常好走。那步道这边有连接一些观景台，有做一些椅子哦，你可以坐在这边赏景，看到对岸就可以看到小金门那个地方。那也看到现在正在新建一座跨海大桥哦，应该从大金门跨越海峡到小金门去。那这边前面就看到很多军事的战车了。那这个地方是慈湖三角堡。那就在慈湖的西侧，那这边是慈湖，鸬鹚来的时候，数以千只，这样整个起飞降落的时候是非常的壮观了。那慈湖三角堡就是在这一侧，是一个坚强的堡垒哦，然后它一个迷彩的外观，周遭有壕沟，就类似像护城河。那这边也是一个赏鸟圣地哦。从这边的摆设可以了解慈湖三角堡过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御阵地，因为从这边望过去对岸哦，就是厦门市了。那现在看到厦门市，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楼大厦，所以很多人也会来这边看夜景，但是是看厦门的夜景哦。那慈湖三角堡现在也是刚好从军事转为观光一个很典型的范例哦。那国家公园就利用这个碉堡把它规划成一个赏鸟的据点，就在碉堡的前方哦，金门国家公园有营造了一个栖地哦，让这边非常有名的夏候鸟，就是丽猴风虎，来这里生育繁殖。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伪装网哦，那个不是军事的伪装网，就是让你在那边可以观察丽猴风虎他们在那边筑的巢穴。那丽猴风虎大概每年四月五月就来到金门，现在已经八月了，这些小鸟已经陆续离开了。慈湖三角堡看丽猴风虎是非常好的一个点，那很多地方都可以看。那这个地方看呢，是国家公园有规划，如果喜欢拍照摄影、喜欢赏鸟的话，这边是不可错过的点。那也可以看一下这边过去的军事设施。民国五十年，蒋中正总统前往金门古冈湖巡游，之后当地居民建楼纪念，于五十二年双十节落成。仿宫殿式建筑的古冈楼，珠梁碧瓦，兼有重檐回廊格局，屋脊上还有传统中国建筑的神兽。除了湖光山色、水鸟生态丰富外，在金门十万大军驻扎期间，古冈楼是战士跟小学生们必游的景点。
我们在八月中的盛暑来到金门记录，出发前搜集的金门飞羽资料中可以发现，直到九月初都还能看到丽猴风虎最后一些零落的族群。但就像寻找风师爷的墨菲定律一样，今年的丽猴风虎完全没有一只愿意为我们多停留个十天半月。在美丽的丽猴风虎完全不见踪影的金门八月，更不可能等到冬候鸟鸬鹚的黑压压身影。才从海印寺下山的麦哥深刻体悟到世事无常，学会放下才能清安自在，转换一下想法，转移下一个目标。金门古老的后其实一直等着我们。